1800多年前，医圣张仲景开出了一张千古名方——甘麦大枣汤，只用三味原料，却有非同凡响的作用。平时心理压力大，精神紧张，忧郁、焦虑，长期睡眠不好，学生多动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或者女性在生理期之前容易情绪波动，或者经常皮肤容易过敏的人，都可以来喝这个食方。准备原料：小麦30克，大枣9个，甘草9克。将大枣掰开，和小麦、甘草一起加水煮熟，就可以喝了。